其实啊，王敏嘛，甲咱有同款的顾虑啊。在伊发现江中人清醒了后啊，伊烦恼江道生会阁做出危害大家的代志，所以伊暗中决定，伊要对伊翁婿起毒，因为伊想要永绝后患。江道生是背叛老夫人六十几年的翁婿呢，啊，老夫人要做这款大义灭亲的决定，应该是下真大的决心啦。我想伊心内真痛苦啊，唉，这实在哦，真悲哀啊！啊，阿继文，敢有甲偷袭？无啊，继文也甲超越甲做主啊。啊，安尼就好啊。其实我感觉阁安尼做毋才是对的，无恁想看卖。就算讲真正解决江道成这个后患，也毋过江老夫人嘛是会因为杀人的同罪去用抓去关啊。安尼到时阵，超越绝对嘛计算袂掉的。我感觉老夫人安尼做是对的呢。参照江道成种恶人，赶紧甲除掉，安尼才袂去害到任何人啊。这一时的听，可是讲超越会当稳掉的，会当活到倒来天下太平，毋是真好。可是讲若一时软心。放过江道成，早晚有一天，伊一定后悔到死。超越没哪有可能会目睭金睛看伊阿妈，为着阿未发生的顾虑，就去犯这款杀人的重罪啊！你不是当事者，你袂用甲话讲甲遮尔啊轻松。江超越是捏啊精辟，伊拢袂记咧听。之前江道成为着要转生到江超强的身上，既然了江超越来做这品，伊嘛拢袂记。老夫人牺牲自己，要救大家，这算讲是江家救星呢。参照江道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江家早晚嘛失败啊。所以讲，我若是文瑶、超越，为着因，为着因的后代，我一定会尊重老夫人的决定，我嘛钦佩的勇气。家凤啊，虽然讲啊。我认同你的讲法，我也能理解啊。这精力不平啊，气死英人这个道理。啊，就算讲你对江道成有这么多仇恨，你不要跟他讲情，你至少也要跟他讲理才对。哇，你的思想言论啊，怎么变到这么激烈啊？嘿，你变到怪怪呢？这好像像白叔你跟江道成啊，有一个什么一定要一命换一命这种亲仇大恨啊？小凤啊，阿爸嘛感觉讲哦，你对江道成哦有真深的怨恨呢。啊，敢讲是江道成的父啊对你造成的影响啊？无啦，爸，你莫乌白想啦。哎呀，爸爸边啊会当无乌白想啦哈？你安尼无代无志，对江道成有遐尼深的怨恨呢？我乃控制袂掉家己，写了遐尼多情书啊！我总袂当老实甲因讲，我真怨恨江道成，找到一个替身来冒充我的身份，害因爱唔对人，害我怨恨唔对人，将我的人生规拢毁掉。我只是感觉我家己做无内用的啊！可是讲迄当阵，我会当甲江中人带走，就算讲江道成的三条魂转来，嘛找无路啊！卡边即马大龙，你又讲哦，迄三条魂到底即马是走去倒位作风作影啊？我敢若想讲，这人若无死，我都烦恼我厝内人是毋是有危险，还是受到威胁，我都烦恼袂煞咧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唉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好佳哉，即马哦，江中人大家拢看会到，应该唔敢乌白来啦。爸。你敢确定江中的身躯顶敢无江道成的魂？只个伊吃真大个亏呢，伊心内敢无想讲要甲咱反击？即摆想啊济啊，我感觉拢无意义啊。要等文瑶甲超越，甲伊带去病院做详细检查了后，到时看医生安怎讲，咱再来研究要安怎对待。只个我哪会带丽萍啊当这鬼？因为江道成的三条魂，是毋是有转去伊的身上啊？
目前嘛只有丽萍，这我都确定啊。是啦，嘛就安尼先处理啦。本来我想讲哦，等咱的警部解毒以后，我著甲富美带倒来身躯边照顾。啊，不过看这落办事哦，还是小烦一下，看事办事啊。即马赵林在明，咱在暗啊。国总统对咱唔是算真有利，我感觉是甲富美啊，继续留伫遐原本安大好迄个所在，安尼更加安全。我来甲我说说者，领导同我讲吼。爸啊，干爹，您刚拢无感觉家风讲的口气，跟咱所熟悉迄个家风完全无同款啊？就连台人这款话，拢有当讲啊这么响声呢？啊，就算讲江道成这妖孽，真正是天理不容。也毋过，若是照较早的家风讲话方式，绝对无可能讲出这么冷血残忍的话啊！啊，家风应该是进前哦，受到江道成的控制，也会做真多歹代志。去打击到伊的自信啊，所以哦，才像我问那江道成，可袂滴吼，江道成紧死死。至少啊，家风以后啊，讲到江道成，伊就会加倍来提防，这嘛不是什么歹代志啊，对不？啊，对了，金玉啊，啊你也莫想伤济啦。我看哦，江道成和家风这样的心理的影响，也不是三天两天就会让消失的啦。交往一段时间啦，豆豆哦，就要恢复正常啊。这是什么款的 style 啊？我看不出吧。我伫整理我的头毛啊，你看，安尼穿足好看诶。安尼雄雄想要用安尼啊？我只是感觉我的头毛足乱的啊，应该找一个时间去整理一下。黑白三条魂，恐怕离开王文金的身躯，也毋知飞去倒位去。若是有顺利转去夜半生，凡说我还阁有机会当找着我的亲人。啊，毋过若是无咧，安尼我毋着爱一世人孤孤单单。照道理讲，江道成伫个婚礼上败甲土土土，我应该替大家欢喜才对。结果我煞颠倒，感觉真郁闷。毕竟牵连我甲妹宝迄条线，是定伫个江道成的手内，即马煞转去啊！煞落来，我是要去对找我的小妹。敢讲，我真正注定一世人无依无我。这么多泡泡啊！这么多的泡泡，就参照我的人生同款，无依无我。不管是飞外高，还是飞外远，早晚拢是会破去。妹宝细汉的时阵哦，上喜欢耍这泡泡啊，敢讲
是因为伊知影讲我这阿姊伫咧想伊，所以就借这泡泡转达对我的思念。妹宝，妹宝，妹宝，这声音哪这是啥？原来是你，不怪声音这样实在，想袂到你会记我。我当然会记的啊，你做人这么善良，讲话阁遐尼心细，伫要走进前，阁给我一支棒棒糖替我加油。伫我上个需要人安慰的时阵，替我充完电，你才离开。你做人这么温暖，我想要甲你放袂记，阁真困难。小可代志尔，想袂到你阁放伫心上。你要牙乖啊！阿克，你恢复健康啊！我真正是足替你欢喜的。多谢你，真正是人健康，心情都加较快活。哦，我拄只敢那亲像听到是你咧叫妹宝，敢是你饲的狗啊？啊，伊是毋惊无去啊？我替你找啊。啊，妹宝。是阮小妹的名啦。哦，是嘞啦，这样古锥的名我就啊，你跟恁小妹出来散步，人呢？我跟阮小妹已经失散几啊年啊，伊若是搁伫我身躯边，应该是甲你岁数差不多啦。虽然讲我想要找到伊的机会，应该是无啥可能啦。也毋过，这是我的心愿，一世人我绝对袂放弃。啊，阮小妹哦，细汉时阵上个爱耍这泡泡啦。我拄只看到你咧耍泡泡，我就准讲你是伊，所以才雄雄叫出嘴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你甲你的小妹细汉时阵就失散。歹势啊，我唔知影，啊，煞去梦到你伤心的代志。既然这泡泡会当让你想到你的小妹，那呢，我加用一挂，让你的心情较好。我的妹宝过去也是这么大心，只要我心情不好，她都会想办法让我欢喜。一个女孩子若是妹宝不知道多好。安怎有漂亮吗？很漂亮，看到这么多泡泡，我心情更好。啊，你啊，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叫你。江辉，你叫我珊珊就好。哦，啊，你跟我算命兄弟姐妹啊？我也是卖讲好啊，这竟然改名就甲人讲我是孤儿，安尼敢那怪怪。我甲阮哥啊，搁有阮爸做伙生活。哦，安尼真好啊。他那是真好，不过最近就。煞煞去啦！咱有缘搁再见面，就莫讲这无欢喜的代志。看起来你敢亲像有心事同款。无安尼啦，多谢你用这泡泡，让我做欢喜的，我才心情做好诶。我请你啉咖啡，做你的本事汤，好不好？